商圈的包括创会的总会长，我们毛总会长，还有我们现在的总会长林总会长，那以及各位商圈在地的刘理事长，以及各位商圈的理事长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个来到后壁商圈呢，我们就会感受到一股活力哦。今天虽然天气特别冷，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包括走秀的 model 或者是小朋友们都精神抖擞。那这几年来，其实后壁商圈改变非常非常的大。我们抬头往上看，会看到那些闪闪发亮的艺术造型的雨伞。那这几年来呢，后壁商圈事实上在我们刘理事长的领导之下，做了很多的改变，也有做了很多创新的突破，包括跟学校合作做很多属于高雄特色的服饰的设计，那也做了很多促销的活动，包括透过新的一些包括像脸书啦或者 APP 等等的来刺激我们服装的买气。那高雄呢，这么多年来很少有这个机会，就是我来高雄那一块从2008年到现在没有碰过像今天这么冷的气温，从来没有过哦。今天大概是最冷的一次了，到目前为止，听说明天后天还会更冷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就是说，其实之前很多服饰业界都认为说天气不够冷，冬装卖不出去哦。我要告诉各位，现在天气冷下来了，还在过年之前，冬装还是大家可以采购的一个很重要的过年哦，以及一个重要的一个商品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我们高雄的市民朋友，我们在高雄各种不同的商圈，在春节之前过年期间都有很多的优惠活动。那也希望各位呢能够下载我们高雄嘉年华的 APP， 这个 APP 上面有各个商圈的好康，还有各种的促销的资讯以及消费的资讯，能够提供给各位参考。那最后呢，我要祝今天所有在场的市民好朋友以及贵宾新的一年猴年行大运，接下来呢一年呢，我们的高雄的经济会更好，我们的生活会更平安健康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局长，谢谢。